成功的七级阶梯今天开个新会，属于哪位？大家晚上好。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Yes， 非常好。今天有个好的机会，有一本英语的说明书，你们帮我翻译中文。我的英文很不好，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了，所以愿意接受这个任务。第一集的表现，你帮我把这个英文说书翻成中文的好不好？嗯，老板，我最近手上有个大客户啊，他那个是客户很重要的，我想等我把他跟进完了之后，我再帮你翻译一下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吧 ，baby， 老板英语不好，公司有一份英文说明书亟待翻译的中文，希望你能够帮我公司把这份英文说明书翻译成中文，好不好？老板，我也想帮你翻译啊，但是我英语不好，他翻译错了，我用台不翻译了。Jesse， 第三集的表现，老板有一个任务交给你啊，英文说明书翻译成中文，我的英文非常非常不好，我希望你能帮我解决这个难题。嗯，好的，嗯，我可以帮你翻译，但是刚才我看了一下那个说明书，里面有很多那个技术性的问题，也有很多表格啊，要用到 Photoshop。啊，我对那方面不太懂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，所以还是算了吧。第四集表现，我试试看。英语太差了，想把英语翻译成中文，但是没有合适的人选，我觉得您可以，你能不能帮我试试？嗯，老板，我想我可以把说明书翻译好。尽管这本说明书很多细节都显得挺麻烦的，但我还是想试试吧。嗯，好吧，那你就试试。嗯，好的。Helen， 我有一份英文说明书翻译的中文，能不能帮我翻译好啊？哦，老板可以啊，我对产品知识也挺了解的，把翻译说明书的任务交给我吧，我能做。好吧，交给你。我一定完成任务。Louis， 第六集表现，我有一份英文说明书哈，要急需要翻译的中文，要得很急，你能不能帮我翻译成中文啊？没问题啊，等一下开完会我就去翻译，争取快点交给你吧。非常棒，我就需要你这种态度。工作效率很高。James， 昨天我交给你那个英文说明书，你翻译成中文了没？那肯定呀，你第一天交给我，我第一天就给他翻译完了，绝对不拖，完美完成。现在给你好吗？哇，你这么高效，很棒。